婚宴场内挂甜蜜婚照，袁彬、孙艺珍送糖果回礼。袁彬同孙艺珍今日起首尔结婚，婚礼采取闭门嘅形式进行，净系招待两家嘅亲朋好友。不过就有韩国传媒影到两个人嘅婚礼场面，着上黑色西装嘅袁彬同新娘子孙艺珍喺场地出现，着上婚纱嘅佢由爸爸拖住行上红地毡。交换戒指的时候，孙艺珍一度落泪，场面感人。传媒亦都影到婚宴场内的布置，接待处有一张布满鲜花和蜡烛的长台，摆了一对新人的三张结婚相。婚礼前，每位宾客都会收到请帖和刻有两个人名字的糖果回礼。两个人自从2019年传出绯闻，到2020年的元旦公开认爱，今日正式结为夫妻，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完美结局，相信粉丝都非常替他们开心啊。42岁偶像剧女神陈乔恩驾世9岁大马富二代。42岁的陈乔恩同细9岁的马来西亚富二代 Alan 今日传出登记结婚的消息，经理人亦都证实了两个人的婚讯，不过他就否认乔恩有 BB。 据知登记的过程非常简单和低调，只是在几位亲友的见证下完成。新娘子仲开心到大嗌我结婚了。陈乔恩同 Alan 透过节目《女儿们的恋爱》而结缘，两个人拍拖两年有多，经常在社交平台放闪。今日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真是恭喜了。